歌叫做《半壶纱》，半壶纱。然后喜欢麦的点点麦关注，刚刚没有点关注，点点麦的关注。爱看舞蹈的记得锁定我们的993频道，全网最专业、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八折预约一下，一点也不小啊！我就喜欢小猫咪嘛。咱们来一发投票吧。这个板太重了，太大太重，下次决定换一个。是下面的那个初恋下面那个红色字体的，来我们来截图了，三二一，哎呀我没截到，三二一二，好的。十里桃花带家的年华，凤冠的珍珠挽进头发，
在九九三的宝贝们走进九九三频道，然后喜欢喵的点里面的关注，爱看舞蹈的记得锁定我们九九三频道，全网最专业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把这个预约五星五星二半天的这个预约一下，然后喜欢喵的把这个直播室通知在这里，直播室通知还有一号麦的关注点一点，然后水军湖的宝宝在我头顶旁边有一个那个星星的按钮，把那按钮点一下就是关注。我好热，还有两个，我就跟你们说吧，那个板太重了，我抬起来太费力了。我跟你们说吧，第一个是一个韩舞初恋，第二个叫啦啦啦，是一个欧美的啦啦啦音乐，你们看哪一个？第一个和第二个，你们看哪一个？你们如果要看性感的呢，性感的是第一个，然后那个节奏欢快点的呢是第二个。你们来，我们来截个屏了，三、二。是初恋，丁丁，你发的太快了，你快了一秒钟。
아직 너를 잊지 못하고 어쩔 수 없이 新进的宝宝，然后喜欢麦的把你们的关注点一波，把你们关注点一波哈。然后，手机用户的宝宝在我头顶旁边有个那个星星的按钮，把那按钮点一点。然后，爱看舞蹈的记得锁定我们的993频道，全网最专业、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把这个约一下，每天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妹子在这里跳着精彩的舞蹈。然麦的关注是在这里，直播室通知和一号麦的关注。感谢送礼给麦的各位宝宝。好热，现在越来越热了。再给你跳下一个，然后可能我马上就要下，时间我马上就要到了。然后我们下次再见。By my